认识火蚁。资料来源取自行政院农业委员会。http://www.fio2.com/end/index.php 南华大学环境管理研究所赵嘉明。入侵红火蚁 Red Imported Fire Ant, RIFA Solanopsis invicta, 原分布于南美洲巴拉那河 Parana 流域，包括巴西、巴拉圭与阿根廷，在二十世纪初因检防疫上的疏失而入侵了美国南方，这原本不起眼的外来火蚁却造成美国在农业与环境卫生上非常重要的问题与经济上的损失。目前在美国南方已有12个州超过1亿公亩的土地被入侵火蚁所占据，对于美国南部这些受侵害地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每年估计约数十亿美元以上。近来因商业活动与农业运输全球化的影响，而使火蚁的问题不再只是美国或是美洲国家需要重视的问题。虽然入侵火蚁早已恶名昭彰，在美国其他未被入侵的州及全市借各国皆极力防范入侵火蚁的侵入，但因交通便利且世界贸易全球化的趋势快速发展，而使防堵火蚁向外扩散的策略终究百密一疏。波多黎各也在1975-1984年间遭入侵，1998年发现入侵南加州，更于2001年入侵红火蚁成功的跨越太平洋，与纽西兰与澳洲建立了新的族群，且已造成部分区域农业与环境上的危害。亚洲地区一直未有发现入侵火蚁的报告发表。台湾就记录中有三种火蚁属 Solanopsis 种类被记录，但未曾发现有入侵火蚁。但2003年9-10月于桃园与嘉义地区发现疑似火蚁入侵农地案例，经采样鉴定后确定是危害美国、澳洲与纽西兰的入侵红火蚁已于台湾地区发现，且陆续获知有农民与民众被蚂蚁叮咬而送医的案例。火蚁 Fire Ant 的名称便是在描述被其叮咬后如火灼伤般疼痛感，其后会出现如灼伤般的水泡。入侵红火蚁蚁巢在受到外力干扰骚动时极具攻击性，成熟蚁巢的个体数约可达到20万-50万只个体，因此入侵者往往会遭受大量的火蚁蚁噬针叮咬，大量酸性毒液的注入，除立即产生破坏性的伤害与剧痛外，毒液中的毒蛋白往往会造成被攻击者产生过敏而有休克死亡的危险，若脓泡破掉则常常容易引起细菌的二次性感染。在1998年所做的调查，在南卡罗莱纳州约有33000人因被蚁叮咬而需要就医，其中有 15% 会产生局部严重的过敏反应，2% 会产生有严重系统性反应而造成过敏性休克，而当年便有2件受火蚁直接叮咬而死亡的案例。农业经济上的威胁，杂食性的火蚁除对生态环境中土栖的动物造成浩劫般的伤害外，在一些危害严重的地区，往往泥土中的蚯蚓都会被捕食殆尽，除攻击土栖动物破坏土壤为栖的外，火蚁也会对于农作物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火蚁取食作物的种子、果实、幼芽、嫩茎与根系，对于作物的成长与收成造成经济上极大的损失，公共安全上的威胁。火蚁的蚁巢也常常入侵户外与居家附近电器相关的设备中，如电表、电话总机箱、交通号志机箱等，造成电线短路或
设施故障，据统计在美国入侵红火蚁对于相关电器设施的危害每年就高达1000万美元的损失。财政经济上的威胁，光估计美国德州因火蚁危害造成财政上的损失每年就高达3亿美元，其中包括家畜、作物、公共卫生、环境生态上的伤害。入侵红火蚁 RIFA 对于美国南部受侵害地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每年估计在50亿美元以上，造成农业上的损失约在7亿5000万美元以上。入侵红火蚁的防治相当困难，也许使用最毒的杀虫剂对抗 RIFA 是有效的，但也对于原本的动物相造成伤害，却也造成火蚁再次卷土而来的可能性。如果防治措施无法100%将火蚁灭绝，部分蚁巢将会移到邻近的地区。虽然而继毒杀与蚁丘浸湿施药的防治方法有效，但需要处理所有的地区并确保火蚁不会再发生。二阶段处理方法是将二种处理方法共同配合使用，这也是最被研究人员与防治人员所推荐使用的方法。在红入侵火蚁觅食区散布耳剂，而约在10到14天后再使用独立蚁丘处理方法，并持续处理直到问题解决。二阶段处理方法建议每年处理2次，通常在4到5月处理第一次，而在9到10月再处理第二次。二阶段化学防治药剂防治方法建议用药，经农药咨议委员会通过3种耳剂与6接触性药剂可以使用于农地的火蚁防治工作上。耳剂 Bates 刺诺沙 Spinosins 芬普尼 Fipronil 百利普芬 Pluriproxifen 独立蚁巢处理接触型杀虫剂 Individual Mound Treatments Contact Insecticides 百灭宁 Permethrin 赛灭宁Cypermethrin, 地灭宁 Deltamethrin, 分化力 Fenvalerate, 加宝力 Carbaryl, 氨丹 Propucker 大部分火蚁耳剂用药的剂型多使用磨碎的除去油脂的玉米颗粒为耳剂的基质及大豆油为载体，也就是说黄色固体的材质是去油脂的玉米颗粒，而作用的药剂原料是加在大豆油中，再将含有药剂的大豆油与玉米颗粒混合，而大豆油将是耳剂吸引蚂蚁来取食的重要成分。但大豆油常常会因为过期而开始腐败，而影响对蚂蚁的诱引力，所以需要在耳剂新鲜的时候尽快使用。耳剂中所使用的药剂大约可以分为2类，第一类为化学药剂毒剂，第二类为昆虫生长调节剂 Insect Growth Regulators IGR。 一般研究调查显示，不管耳剂是用那一种药剂类型，所获得的防治效果都仅能防除 85% 至 95% 的火蚁族群，但明显的差异在于可见蚂蚁族群数量减少，开始时间与速度上。一般而言，生长调节剂的成效要比较延后，但其却较有利于去控制火蚁族群的拓展阶段散播火蚁。耳剂最低有效量的公式，大部分状况约每4000平方公尺需要撒1公斤的药剂。注意事项：使用新鲜的耳剂于干燥的地表状态施用耳剂，耳剂释放后12小时内并无下雨的状况，使用在火蚁积极觅食的地点，禁止将耳剂再混合其他物质如肥料，使用正确的口径与药量，在严重危害区域与中度危害区域以灌药或粉
即立即直接处理可见的蚁丘，此种防治方法可以有效的防除 98% 以上的蚁丘，但其明显的缺点是在仅能防治可见的蚁丘，但许多新建立的蚁巢是不会产生明显蚁丘，在一些防治管理措施较为密集的地点也较不易看见蚁丘，而往往会造成处理上的疏漏。大部分灌药的剂型产品每个蚁巢需要加入5到10公升的药剂才有效果。废水处理法，在轻度危害区域可以选择使用如热水的非化学处理方法来代替前述 IMT 药剂防治方法，可以减少药剂对于环境的冲击。其方法是直接利用废水处理可见蚁种，利用这种处理方法对于蚁丘是有接近 60% 的防除效果。每各蚁丘至少要使用6公升的废水，而且这些废水要尽可能浸湿蚁巢所有区域，单次处理成功率较低，但连续处理5横线10天也许会成功。但要小心处理的过程免于被废水烫伤，而且废水处理也会伤害到周围的植物。水淹法，另一种非药剂的防治方法是利用水淹蚂蚁，可以被淹死，但要成功的将蚁丘杀死的比例非常低。有效利用水淹方法是需直接挖掘蚁丘，将整个蚁巢放入约15到20公升盛满含清洁液的水桶中，且放置约24小时以上，可以将可见的成熟蚁巢铲除。注意，在挖掘蚁丘时会遭受许多活蚁的攻击，这个方法最大的缺点是无法处理危害面积较大的地区。另外，在处理蚁巢时切勿将蚁巢打翻造成危险。生物防治方法，在美国利用生物防治活蚁的方法已被研究，且已有初步的释放性试验成果，但仍未达成熟的阶段。目前有两类生物防治方法被认为具有效控制入侵红火蚁族群密度的潜力，为来自南美洲火蚁原生的小芽孢真菌与火蚁寄生藻蝇。虽然无法利用生物防治的方法将入侵红火蚁完全灭绝，但是希望降低入侵红火蚁的生存优势，使本土蚂蚁的得以与其竞争。寄生真菌，小芽孢真菌会借由受感染的公蚁利用胶补作用传给蚁后，一经感染蚁后的体重将会大量减低，产卵量降低，而导致整个蚁巢渐渐衰弱。小芽孢真菌也可以由公蚁将其真菌传染给蚁后幼虫，化蛹羽化后的蚁后仍会受到感染，蚁巢可以在9到18个月内被灭绝，在处理3个月后蚁巢便会明显的变小。但研究人员有发现，在多蚁后的蚁巢中并不是所有的蚁后会受病原菌的感染，也就是有些蚁后具有明显的抗性。小芽孢真菌是在1973年于南美洲发现，经试验后调查1996年已在美国立足。另一例用小芽孢菌防治火蚁的主要原因是研究发现小芽孢真菌并不会感染美国本土的蚂蚁种类，而只会感染入侵红火蚁与入侵黑火蚁，具明显重的专一性。寄生蝇，火蚁寄生性藻蝇会将卵寄生在火蚁公蚁的身体，卵孵化后幼虫会在蚂蚁的头部取食，嘴后公蚁将会死亡，幼虫在蚂蚁头部化蛹四周后羽化为成虫。寄生藻蝇会严重影响并瓦解火蚁族群的觅食行为。研究指出，火蚁寄生藻
蝇具有明显寄主专一性，仅寄生入侵红火蚁。另外，火蚁寄生藻蝇容易利用火蚁大量饲养。入侵红火蚁 RIFA 与热带火蚁 TFA 的公蚁 W 与冰蚁 S。入侵红火蚁未完全的栖行蚁巢的蚂蚁种类成熟蚁。巢会以土壤堆出高约10到30公分、直径约30到50公分。分的蚁丘蛋心形成蚁巢约在4到9个月后才会成熟而出现明显小土丘状的蚁丘。入侵红火蚁成熟蚁巢明显隆起的蚁丘，则是极容易快速认定红入侵火蚁的方法之一，因为目前台湾约270种蚂蚁中没有会筑出隆起地面高于10公分以上蚁丘的种类，因此由小山丘的蚁丘是可谓判定是否为入侵红火蚁的依据之一。但仍要注意，入侵红火蚁族群在未成熟前的蚁丘并不明显，容易与其他种蚂蚁的蚁巢造成判断上的错误。入侵红火蚁成熟蚁巢有明显的蚁丘，入侵红火蚁初期蚁巢，入侵红火蚁蚁巢内部构造，其他蚂蚁成熟蚁巢，其他蚂蚁成熟蚁巢，入侵红火蚁的冰蚁及公蚁大小，拟大头加蚁属，大头加蚁属。目前国内危害区域，台湾到底那些地方已经发现有火蚁？在确定这坏蚂蚁的身份后，经过半年的调查，入侵红火蚁危害的县市有桃园县、桃园市、芦竹乡、龟山乡、大溪镇、八德市、大园乡、复兴乡、嘉义县、水上乡、中埔乡及台北县、林口乡、莺歌镇、树林镇。其中有以桃园县为害面积超过3900公顷大面积农地面积最为严重，而嘉义县与台北县则是约在数十公顷的局部性区域危害的状况。在这些危害乡镇市中，不仅仅是稻田、园艺场、菜园、竹林等农业用地受到火蚁污染，连公园、学校、行道、绿地等都是环境也有它的踪影。我家住台北市的大楼公寓里，我家会不会有火蚁呢？台北市目前还有入侵红火蚁的发生案例，而且入侵红火蚁并不会住在房子里面，因为入侵红火蚁它们需要在有泥土的环境中筑巢生活。但如果你是住在一楼的话，若户外的环境有遭受外来火蚁污染，那就有可能会有火蚁的公蚁到你家中找食物，或是在气候突然变冷或下大雨的时候，会有大量的火蚁自户外闯入。另外，若住屋大楼有屋顶花园，或家中阳台种植花草，或有带泥土的盆栽，就有可能因为这些植栽与盆栽因为有火蚁蚁巢躲在其中，而使你家出现火蚁。我要如何发现我家附近有没有火蚁入侵？发现入侵红火蚁 A. 发现疑似蚁丘于农田、住家庭院、公园、学校等环境中，发现有高于10公分以上的蚁丘，或有大规模沙堆状的蚁巢，可初步怀疑为入侵红火蚁。 B. 发现大量红色蚂蚁出现于农田、住家庭院、公园、学校等环境中，发现逐渐有大量红色蚂蚁大量出现地表活动。 C. 被蚂蚁叮咬后剧烈疼痛，明显出现瘙痒脓泡，或感觉身体不适，可怀疑被入侵红火蚁叮咬。火蚁是不是长得很恐怖？火蚁有多大？入侵红火蚁事实上长相蛮普通的，跟我们一般看到的蚂蚁长得非常相似，大小通常在2到4
公里左右，所以不是大家想象中好大一只蚂蚁，或是长得黑黑大大，有着非常长的大张牙舞爪的模样，若仔细看还长得有些可爱。但在他看似善良的外表下，却是恐怖的小东西。也因为这样，使得一般人会忽略入侵红火蚁的威胁，而增加危险性。蚂蚁到处都是，火蚁又有什么危险的？火蚁 Fire Ant 的名称便是在描述被其叮咬后如火灼伤般疼痛感，其后会出现如灼伤般的水泡。入侵红火蚁蚁巢在受到外力干扰骚动时极具攻击性，成熟蚁巢的个体数约可达到20万至50万只个体，因此入侵者往往会遭受大量的火蚁蚁噬针叮咬，大量酸性毒液的注入，除立即产生破坏性的伤害与剧痛外，毒液中的毒蛋白往往会造成被攻击者产生过敏而有休克死亡的危险，若脓泡破掉，则常常容易引起细菌的二次性感染。1998年针对南卡罗莱纳州所做的调查报告指出，该州在当年共有33000人因被蚁叮咬而需要就医，其中有 15% 会产生局部严重的过敏反应，2% 会产生有严重系统性反应而造成过敏性休克，而当年便有2件受火蚁直接叮咬而死亡案例。火蚁吃什么？杂食性的火蚁除对生态环境中土栖的动物造成浩劫般的伤害外，在一些危害严重的地区，往往泥土中的蚯蚓都会被捕食殆尽，除攻击土栖动物破坏土壤为栖的外，火蚁也会对于农作物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火蚁取食作物的种子、果实、幼芽、嫩茎与根系，对于作物的成长与收成造成经济上极大的损失。火蚁那么好恐怖，火蚁会吃人吗？大家在一些电视影片或生态节目中看到吗？蚁雄兵吃人蚁的记忆马上就会复制到入侵红火蚁上，以为火蚁就是节目上提到的恐怖蚂蚁。事实上不是的，蚂蚁雄兵一般是指在热带森林中的行军蚁或是军蚁，是和火蚁完全不同的蚂蚁种类。而且火蚁攻击人或是叮咬人，并不是把人类当作食物来吃，而是在保护他们的家，抵御外来入侵者。我被火蚁咬到了，好痛，我要如何处理呢？遭火蚁叮咬后的基本处理步骤。火蚁叮咬后的治疗，可以先将被叮咬的部分进行冰敷的处理，并以肥皂与清水清洗被叮咬的患部。一般可以使用含类固醇的外敷药膏或是口服抗组织胺药剂来缓解瘙痒与肿胀的症状，但尽量于医生诊断指示下使用上述药剂。被叮咬后应尽量避免伤口的二次性感染，与一般水泡处理方式不同，需避免将脓泡弄破。在被火蚁叮咬后有较特殊的生理反应，需与医生联系，并向医生详述是被火蚁所叮咬后的症状。部分人会对蚂蚁叮咬有较剧烈反应，如全身性瘙痒、前麻疹、脸部燥红肿胀、呼吸困难、胸痛、心跳加快等症状时，必须尽快找专业皮肤科或过敏专科医师就诊。若是本身患有过敏病史的人被火蚁叮咬，需紧急求助于过敏症的专科医师。火蚁那么恐怖，要用什么方法来消灭它们？对于入侵红火蚁的防治相当困难，也许使用最毒的杀虫剂对抗它是有效的，但也对于原本的动物相较
成伤害，如果防治措施无法100%将火已灭绝，部分蚁巢将会移到邻近的地区，却也造成火蚁再次卷土而来的可能性。而大部分防治火蚁产品若正确使用都是有效的，但却不法将所有的火蚁蚁巢完全有效的根除。要除掉一个单独的蚁巢是非常容易的，但蚁族群的观点却是非常难将整个地区火蚁的族群完全灭除，除非花费相当的费用与人力，而寄予独立蚁巢处理配合使用二阶段处理方法是目前在美国、澳洲与纽西兰最被研究人员与防治人员所推荐使用的方法。先在入侵红火蚁觅食区散布含低毒药剂或生长调节剂 IGR 成分的饵剂，约在间隔10到14天后再使用接触性毒剂，适用在独立蚁巢处理方法，并持续处理直到问题解决。二阶段处理方法建议每年处理二次，通常在4到5月处理第一次，而在9到10月再处理第二次。有没有生物防治方法可以防治火蚁呢？非化学性的防治方法如生物防治法在美国已被研究，且已有初步的释放性试验成果，但仍未至成熟的阶段。目前有两类生物防治方法被认为具有有效控制入侵红火蚁族群密度的潜力，为来自南美洲火蚁原生的小芽孢真菌 Zelohania solanopsi 与火蚁寄生藻蝇 Forage-fly Sudactyon tricuspis， 虽然无法利用生物防治的方法将入侵红火蚁完全灭绝，但是希望降低入侵红火蚁的生存优势，使本土蚂蚁的得以与其竞争，并减少化学药剂的施用量。但就虫害管理的概念，我们仍希望入侵红火蚁可以自台湾根除，所以二阶段方法仍是主要建议的灭除方法。我们有没有可能将它们赶出台湾？21世纪的今天，澳洲与纽西兰早我们一步先预见这个棘手的蚂蚁危机。事实上，澳洲在利用有效的火蚁二阶段防治方法，在发现火蚁入侵后的两年内已处理并灭绝 98% 感染火蚁的地区，虽然这代价是每年将近上$1的花费，但为了灭除那剩下的 2% 的蚂蚁族群，澳洲政府在2003年开始为期5年的澳洲火蚁灭绝计划，防治与宣导的经费预估要1.5亿美元，其目的是要入侵红火蚁完全消失在澳洲的土地上。人蚁大战的戏码已经悄悄地在台湾上演，而我们是要扮演现代澳洲人的积极角色，或是70年前美国人的角色，值得政府相关单位用智慧去选择了。德州火蚁研究管理计划http://fireant.tamu.edu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入侵红火蚁研究 http://www.lsu.edu/ants 加州政府食物与农业局入侵红火蚁网站http://www.fda.ca.gov/phpps/deb/refi 美国农业部火蚁生物防治网站 http://www.rs.usda.gov/fireant 美国农业部火蚁生物防治网站http://www.rs.usda.gov/fireant 澳洲昆士兰火蚁网站
http://www.dpi.qld.gov/fireants。纽西兰农业与森林部火蚁官方网站。http://www.mf.government.nz/biosecurity/pests/. diseases/animals/fireants。全球外来生物网站火蚁网页。http://www.invasivespecies.gov/profiles/fireants.html。防治入侵红火蚁环保署公布三原则，中广新闻网。1993年9月23日，红火蚁入侵及防治最近成为讨论焦点。环保署配合农委会的权责分工，负责居家周围环境的红火蚁防治工作。提醒您，把握三个原则，避免红火蚁危害。李胜文报道。环保署强调，防治红火蚁必须建立正确认知。一旦在居家周围发现红火蚁踪迹，千万不要恐慌，必须冷静处理，确保安全第一。三个处理原则是：不直接碰触蚁巢，不翻动蚁丘土壤，以及立刻拨打农委会的通报专线0800-095-590。对于发现零星的入侵火红蚁群，可以暂时使用具有防治蚂蚁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遏制入侵红火蚁，必要时请专业的病媒防治业者协助防除。环保署表示，入侵红火蚁属于的栖形昆虫，防治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往往需要分次分阶段投药，并追踪防治效果。目前环保署已经备有核准登记防治的火蚁药剂，呼吁民众使用时要确实依照标示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针对局部小范围的入侵火红蚁，例如居家阳台盆栽或顶楼花园，可以考虑先使用具有防治蚂蚁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必要时用物理防治方法解决燃眉之急，例如用5到6公升的废水管注蚁巢，连续处理5到10天，或是将整个盆栽放置在含有清洁剂的容器中至少24小时。不过这两种物理方法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避免烫伤或是被入侵的红火蚁攻击。